國和台灣核准使用的農藥超過530種。還有呢，有些農民呢為了增加效益，私底下呢就用一些被禁的農藥，或者用一些劣質啊、冒牌的農藥呢，都時有所聞的。因為農藥的用途廣泛啦，種植蔬菜、水果啊，一般呢都不會只用一兩種的農藥，五七種呢都是非常之普遍。美國食品當局呢曾經測試了49種的蔬菜、水果殘餘的農藥量啊，得出一個排名，咦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噃。最多殘餘農藥的十種蔬果依次序啊，又是芹菜、土子、士多啤梨、蘋果、藍莓、油桃、甜辣椒、菠菜、羽衣甘藍、櫻桃。最少殘餘農藥的十種蔬果依次序呢，就是洋葱、鱷梨、甜粟米、菠蘿、芒果、甜豌豆、奇異果、椰菜、茄子和羅馬甜瓜。